这里是中正纪念堂。这里插满了国旗，昨天过来的时候还没看到国旗。这里也是都阿姨在练太极拳。这里是中正纪念堂，这里许多阿姨在这锻炼。刚才有很多飞机在这飞过，看样子是为了民国百年庆典做准备、做演习。空中有很多直升机，刚才也很多轰炸机飞过去。我们先看图啊。周曙光在台北为您报道。